今天是11月21日，姐姐往生的当天。这一天，姐姐表了两个往生法，一个是自在往生极乐世界法，另一个是六道轮回四大假合分离法。这两个法让姐姐表演的精美绝伦，惟妙惟肖，精彩极了。我不知道用空前绝后来形容姐姐的表演是否过分，反正我是大开眼界了。下面请莲友们仔细观看姐姐的往生表演。三千年之后就有人才，一会儿发谁跟那方面熟悉？
就可以了。情况很轻，万一是我去，你知道吗？我最喜欢。老姑子今天卧倒了。今天老姑子今天卧倒了。你愿躺就躺，愿坐坐随便。因为呢，昨天跟吴若金，不在。开战了，我们俩差不多了。对的，没关系，没关系。放下自私自利。这个我的法界就是众生，不是我。我知道你有法界。哎，法界众生对。对呀、啊，没有自私自利的。我跟向你报告，我知道从昨天开始，那就有点这个了。你有思想准备。所以该是什么缘就是什么缘。从那会儿来，丹通搞的。丹通，我告诉他，你上你的班儿。那天你去，你大姨夫都看着了呢。你今天你上班去。对。来了，该说什么说什么，不该说不说。气力不够的，我不说了。魔力干扰不动，干扰不动，干扰不动，这一下午吧，没站住我。哪家丽君和这个？没事。他拿丽君呢，跟我俩斗。丽君从来不那样。对，我给你展示展示我的盛装。看看我的盛装怎么样，漂不漂亮？看见老妹这一生穿过这么漂亮的衣服吗？漂不漂亮？漂亮。这领可以立着，还可以这么翻过来。完了，这裤子怎么样？这套挺好。对我来说，可能就算盛装吧。莫丽君也没站手。马上开始治我。我现在正讲着呢。一共三路。是不是上面让我吐，下边让我尿，三次，吐两次，尿一次，这两天他都治着我，拿那些塑料瓶做那个小便器，他不让我往里尿，他们那帮人不知道，开始我也没明白，我说的吧，接的挺严实的。我就往床上尿。这不没有什么恶缘善缘，要是说我感恩，就是这个缘是你自己结，你这最后你就该过这个关。是，不听劝，你不听我话。我跟诸位魔菩萨沟通。什么是魔？什么是佛？就在一念上。和你们也是佛，我感恩你们。如果你不犯这个小错误，你没有这个。是，没有这个。这个也是给大家表演看的。对。昨晚让我吐，第一次吐啊，时间比较短，量比较小。第二次吐，翻江倒海的吐，吐出去那么多水。你看我不爱喝水，这两天因为到今天开始吧，我已经上座了，停食四天了。我寻思着，我就是渴，我就喝点儿，一口两口的，这么多水。后来我明白了，四大家熬了一宿，今年现在我出来，对，就是一个话题，对，所以说就给大家得把这场戏演得非常逼真。四大家和分离怎么分离？对，都这么分离。昨天开始早的，
就丑了，我这么厉害，我虽然丑，一点都不亏。昨天有病无痛，给你们俩梳一头，我也一点不累。最近哪怕我累，我说现在你不要管我，你现在你感觉不到。我说我自己该怎么做我都知道。今天早上你光戴眼镜小不点劲儿，你能看着吗？小不点劲儿，戴眼镜看了吗？我眼睛人家给我个密码，给你看看。本来不想给你看密码。掏，我看咱这密码掏不掏。不行。偷着看，不让常看。消息晚点撞了。哎呀，还啥密码儿？早都告诉他们了。问题是你到这儿一编，说你现编的，所以咱先密码儿先搁这会儿揣着。内军不知道。等我走了以后，你们都记住啊。其中有一句话。如果是。那句话听你们的感应，今天为啥这样说呢？事后的事我全放下。对，就是这个，你们要有感应的。要是送到双楼，就是什么什么那个地方，我也记不住，行不行？那就是说的，因为到观音寺，我就上观音寺，通知观音寺有他。这窝纸是我提。对。事后这个我也是不是执着，到时候凭着你们的感觉走，去玩呢。后面事我管，你管。我刚才说三路，听明白了？三路摸底，是不是？十二点二十吧，二十，咱们十点多，十点睡觉呢。就放心，没事儿，姐。我告诉你，韦陀菩萨亲自来护法了。我知道，你知道。所以什么魔你也别在意，别在乎他。你们这么一结善缘。对，结善缘，度得上西方。都是我的善人头，靠咱们那个嘴的说教，人家不信，咱们就给他来点表演呗，表演表演。11月21号，正常50。在什么地方？2012。在什么地方？11211二。为什么是这个？你看，佛法是最简单的。你看最大的数是二呢，肯定是012，就这三个数。越简单是越高级的佛法，不是那么复杂。这个2012就今年呗，表年的11表这个月，这个月为什么是11？表示他走的这条路是一条康庄大道，笔直的路回家，11。然后21就是21号。就是今天，下面是12，是十，是不是？中午12点，就是他，你看21和12，佛法里都是表法的，表圆满，所以这样就是禅、密、静三位一体，不分别，不执着，他就表这么一个圆满的法。这个障碍本身也是标，可都该看准了啊！别到时候我们这些人回去的时候，这个也不认识了，那也不认识了。
臣妾无误，放了。双方这些人要过来告诉我，我这几天啊，我这脚舍不得，天天上他们去市长他就我不放心。嗯，那个旅店比较小，来了三匹那么多，不用垫的，今天我也拿了两个斗篷，拿两个大衣，然后晚上办他就可以了。小宋没告诉我，昨天晚上才知道，那人知道都给安排了。这些都告诉我，不用我垫着他，我就寻思，哎呀，如果地下脱凉了。那帮孩子啊，就是守口如瓶，我一哄他们笑的，吃得好，住得好，你知道我这一生，我最大的意义就是慈悲心，我看我是受苦，但是我现在我虽然是没有慈悲心，得多撒点甘露。这个现在没到时候撒进来了。那我代表撒甘露，我寻思我咋整？我怎么撒呀？那甘露搁哪儿呢？完了，告诉我那眼泪呗，那眼泪不就是甘露吗？我心里话那些啊，让我哭啊，然后哭出眼泪，我就趴着撒甘露。这方法挺简单的。不会是小我，我这两天吧不怎么冷，嘴冷我还吐沫子。今天嘛，呼吸一下。比较我喘的重一点儿，但是气儿不够你不舒服。来了这么多的老菩萨，这是今天来了三位新大哥。他们没听着呢。他没听着呢，说你们新来还没听着呢，他还得说。不要担心我，你看我这样，我自己有分寸。该是坐着坐着，该躺躺着，你随便。你躺着卧佛，你看这卧佛寺，那卧佛多漂亮呀！坐着那立佛，坐佛，站着就站着立佛，咋的都是佛。你现在，我现在不是卧佛啊！你现在那个莲花上，我是站着坐着，卧着，坐着，卧着，卧着，啊！你是卧在莲花座上啊？对呀。那我不知道。我发现是，都只是他这个假设。二叔啊，我站在晚上。我坐着往上，那是妄念。我机枪握往上。头两天，王姐给我拿一张碟。他给我，他说都搞他那个，他得到以后啊，都六七零年了，没动。前天给我拿着呢。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他不再爱我了，他有感情，但是嘛，就是没给他总气了。哦，昨天我给你拿一张光碟。哦，你看我们这些，就现在你能看得到的，是不是都是我？妈妈，现在你也考我？不是考你，跟你拉的近乎，拉的近乎。就因为你跟我拉来近，这下怎么样？跟我贴脸的，老我的，哎呀，咬的他老我。浑身疼的也受不了，有的让我给他摸脑袋呢，有的让我给他摸脸。你说让你给摸脑袋，你给他涂两口唾沫是吗？那法语。不是啊，不，我不能这，我不能涂。因为吧，这孩子吧，他前世吧是丽君的，他俩是哥俩，今生他俩吧又是同学又是好，这孩子比较犟，我得度他。我跟你开玩笑。我知道。一股劲创。哎，浑身难受。昨天喝完粥反了，这臭的。姐姐说的，咱俩是那个老妈妈来看的，说有难就是刚吐我来着。哦。但是说，哎呀，真的亲。这到关键时候，因为这姐姐感应力挺强。姐姐，我学习不好。在家穿出来，除了房门以后，姐要不坐哪块也不疼。昨天下午，我说这是给你们俩留命，也难以忘的。你没有时间，老哥昨天来了，你知道吗？哎呀，我说你俩，正好今天下午。姐姐妹妹都来了，姐姐在这儿呢，妹妹在那屋给我看猫呢。就看猫呢。说的都是福，都是福。现在阴没成熟，我带你回家。现在吧，就是该带的我都带不该带的。在哪个台上？你告诉告诉我，都谁来接你？是来接我，西方三圣，无量无边的佛菩萨护法。就是咱们人世间往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了，都谁回来了？就让代表了一个。哎呀，就是咱们往生。都回去，我都排成大队了。啊，都排成大队了。我认识的都是谁呀？王凤来。王凤来。齐树杰。齐树杰。罗立秋。罗立秋。完了就是其他的，那就是太多太多。举了三，没带两个。我记得那个小罗啊，她往生，把她丈夫渡进佛门一只脚。这次你再往生，就把来了都，今刚才我们一起到的，就来了。昨天就他就进佛门了，他就这个缘。罗立秋那最好的朋友，小丁，小丁，他俩是绝对的。本来说让他今天来，完了他昨天他就溜达来了。来的也是传宗，那个空进的说几句。一进来虽然那个他叫富强，富饶，富饶的，富饶一进给我的第一眼，就俩孩子，实际他们就是佛菩萨再来。这个世界虽然他们现在年纪轻轻，现在这个假事
所的往生的这些个，就是首先到我的，王母来七叔姐，因为他们往生不几天，我就给我信了，都是王母来七，张荣臻、张福瑞、燕青，那就别提不用说，这太多太多了，太多太多了。还有雅茹，雅茹，最后说，雅茹来接丈母娘，等我死家的时候，称呼，因为他。这法号有的告诉你，有的没告诉你，都按苏家称。说了，因为咱这又得翻过来，人世间呢，还以世间而称，对，最亲切。是这样的。那玩意儿没到之前，我又吐了一次，这回啥也没到。干净一辈子，肯定走的时候干干净净的。干净净。实际上你演的这个戏吧，就告诉大家，这娑婆世界没什么可留恋的，生老病死，自然法则不可抗拒，谁也躲不过。为什么有光明大道不走，非走那犄角旮旯的痛？这颠覆法门，为什么叫退呀？菩萨菩萨菩萨，表法表法表法，圆满圆满圆满，回家回家回家。想当年，那个红脸那时候，那时候就告诉他，我寻思这个家可笨呢，哎呦天哪，还穷，苦死，咋这么大胆啊？当时自己都真狠，那时候就告诉我，不是现在好，去年上哈尔滨念佛，没回家。上哈尔滨念佛的时候，我就说弥陀老慈父啊，佛不挡啊，但已经说了回家，结果到处没走。这多少人，好像咱们说话不算话，我个人的事小啊，佛的事业是大呀，这老师傅不给我信心，每次跟他沟通的时候特别慢，从来影响石过大海，就光他不细心。去年是市里去，因为那佛友他也诚心的诚意往这，而且他放心就陪着我一起。结果到那块儿，我说：“我真服啊，最后一个机会，一定会想你。”那后两天儿，消息来，不能回家。我当时非常迷糊，哎呀，就是为什么？这个告诉他，两次往生没有回家。那是替你，那是演习，叫预演，奇特练兵术。奇特练兵术，练兵去了，去练兵去了。你看那把这个没练成，现在这个练成了。这七年练成的，你看七年前来两次，连哭带喊把你喊过来。对不起啊。
就这任务没表完呢，实际你已经回家了，瞬间又回来了，只是视频都不知道而已。实际跟我们正常不是，我闭着眼睛，我吃眼睛说啥你就我知道我脾气了，瞬间还气回来，眼睛睁没力说的。姐姐，我感觉到吧，这个回家好像随时回，随时就来了，这来来去去就自由了。你不是我，我不是。是一不是二的。所以菩萨大慈大悲嘛，慈是给众生乐的，慈与众生乐，悲发众生苦。我姐是人堆里最笨的，真是的，您不说的是笨鸟吗？真是笨鸟。现在咱们知道人是笨鸟，笨鸟好啊。您跟人家肚子里藏奥妙，咱凡夫俗子不知道，看不着。这个也看不上，那个也瞧不起。这些真是任人践踏的小草，怎么踩怎么是。但是你姐，你发现没有，那小草你怎么踩，它不折腰，它不断。哎，冬去春来，不折腰。我现在那个高高的白杨远比不上你那小草，向你学习，向你致敬。这个记得我，你走了，我先带着。我一会儿在这记录。行，小本留着。行，大家联系。同不同意完了刻光碟的图？这个刻不愉快。对，我从来没做过这样的搞的录像啊，怎么怎么的？你知道，我也比较傻。这个刻，哎，这一次好像这就是一次特殊的机缘，给我的特殊任务。嗯，对。原来我就先默默来，默默走。嗯，我也没想到现在的。又说的录像啥的。我打怵，我是默默无闻的。高考是把你怎么说，让你出名。我知道你这一生也是默默无闻的，对，不愿出头后面。但是咱们姐妹吧，就实干。说我老实听话真干，实际有结果跟你比，我真是非常惭愧，我比你差远了。自愧不如。其实吧，你除了脾气倔强以外，现在改好了。现在你是。改好了，这回该我是面团了，怎么也怎么是了。现在你是学佛以后啊，明理了。现在你是毛病都在改，现在这个瘦多少呀，凉点儿。列居这个形式，另外。为什么现在输赢？你看他现在吧，唱的不去要去围着他这个假身去。哎呀，刘老师出名了，都想见见刘老师。这个心情啊，理解呀。这就，哎呀，现在这是我。我这天要成佛，哎呀，其实在我的心目中，我现在脑子里还是照样空空，就是说的，哎呀，这个也算在我的手，哎呀，可别忘了我呀，可一定接我去，那个也是，搂着脖子。抱着腰，哎呀，这老师吧，都别不要为假象所迷惑。对，不要为假象
送礼货，贪污，就是一件真正大事。听老法师的话，十点二还如来，现在地面翻天呢，咱们离他拿咱们现在的话说，他现在离咱们远呢，是吧？净空老法师现在离咱们，净空老法师是大佛传法，咱们已经听净空老法师的，按照老法师叫回去做。现在咱们放下万缘一心念佛，阿弥陀佛四个字，你听明白，一生就成就了。不愿逃出去攀援，那法师曾说了一句话，哎呀，我是真学佛呀，我是真念佛。那法师有一次我也从不讲，今天打个夫妻，在这个夫妻当中这个夫妻就是我生的夫妻，你们敢报名吗？是香港那时候那个跟我说，那个定弘法师不说吗？说哎呀，这几天无量无边的无形众生都往上极乐世界了，咱们在座的这两千来人，我还没看一个，完是台下呀，那哄堂大笑，热烈鼓掌啊！哎，就是那个氛围，要说就是学佛学到一定的程度，他那种潇洒，那种自在，用语言没法形容，就是已经是表达不出来，不会说。就另外就说了，你没亲身感受到，你也不理解。嗯，就是什么叫法喜充满？咱别说充满，就是哎，沾点法喜你就知道了。这学佛真好，不让你学你都不可能。嗯，那你说我对老法师，我俩。就那么个姻缘，你说我去的香港，那现在有人说，净空老法师吹捧刘素云，刘素云吹捧净空老法师，啊，那现在吹捧就吹捧呗，我还吹捧的不够，我谈了两次吧，第一次谈了我所认识的净空老法师，遭到了炮轰，完了我又没记性，我又第二次又讲了。呵呵，再谈我所认识的老法师，我因为我见到的是真实的老法师，是我自己的亲身感受，不是我听别人怎么说，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再讲个三谈我认识的老法师。那你说我吹捧，那是你的认识，我必须得把我认识的老法师介绍给大家。末法九千九千年呢，你知道它的作用不可估量。我们听了心花怒放，真情话。所以为什么我说我犟，可能也就这个犟劲儿成就了我。我不随风倒，哎，不是说人说东好我往东跑，人说西好我往西聊，得我自己认准这条道。我认准这条道，真是谁也拿不。但是我对别人所修行的所信仰的宗教所修行的法门我都是赞叹，我没有一个障碍人的。我不说哎，就我这个好你那个不好，我从来没说过一句这样的话，而且这是我真心的内心的想法，因为它是万法归一，殊途同归。最后就是从不同的道最后都走到一个地方去，只不过是时间长短而已。最后事实来验证，我为什么录像？完了得给他们看呢，得逗他们呢。你要是这个问题没解，今天比如说我家聪子来，他是个什么态度？他该啥态度就啥态度，
是不是？他咋想就咋想，咋说就咋说。嗯，所以咱们就是事实来说话，你用说教去教育他，人没看着，人也不相信。前天晚上来，我坐那啥的和他们说。出来以后，因为这些天吧，这个一直是非常顺，嗯，没有什么障碍，没有什么干扰。第二天吧，如果要不是这样，我能在市里。第二天那我来吧，那我不就得不承认上这来守着了？不认识，嗯，说一年这不干什么玩意儿？那就是说话溜溜嘴，啊，怎么的？嗯。今天我打电话了，告诉他们了。你委托菩萨告诉我，一切都安排好了。嗯。你该告诉我，你该干啥干啥，不用惦记着。嗯。有点那个小障碍。昨天翻不了大浪。嗯。昨天事情没告诉你，一句也不知道。嗯。时间。你说你过来，嗯，好，我心想，我不用告诉你，自然你过来。好，你说了一句吗？你告诉我明天早点来。嗯，那没啥意思，早点来啥？早点来，你说你过来，我说记着你过来，你就早点。我11:59到就行了。我就觉得你超过12点那个男的，哎呀，听我姐最会，都没告诉我，因为这事严格保密。因为这个我都挨批了，实际我是8号那天知道的，现在21号，这正好半个14天还是15天？8号那天，我7号来看我老师吗？我还上你这来蹭饭吗？完一进我说爷这怎么瘦了？你要回家了吧？你说快了快了，就落家就上到家常似的。完了第二天就是8号嘛，8号就告诉我时间，但是不是这个时间，比这个稍微长一点。嗯，那这个姻缘实际就和锦州那个小刘有关系。嗯，另外选的今天，一个月以后的今天，他怎么那么巧合？这是巧合吗？实际是在给大家表演，嗯，不用说别的，实际真是凡是听师傅讲话的，一听都明白怎么回事，不是凭谁凭空想象出来的。完了，我这心里吧有点发嘀咕，行，这么大的事儿，可别骗人呐，不能打妄语的，我这个念头就起来了。起来一开始吧还行，人没人搭理我。第二天吧还起这个念头，就挨批了。你怎么回事？告诉你都是真的，你怀疑什么？娘亲儿不怀疑了，告诉我莫怀疑，莫犹豫，一切信息就是告诉你的一切信息都是真实的，就是这样。我爸开始照顾我，也是告诉我大爷，那是我身体，就是我晚间我也困的，两个胳膊支着床，屁股还能抬起来，后来吧，逐渐就不行，告诉我那个大胖子，就是你这那个菩萨慈悲嘛。要不等到时候真是这房子一摇了，这地一晃了，你说谁能背动你？小四刚扯夜的，想背你跑也背不动，也跑不了。你说你自己早点回家了，去接受一个新任务，一个新任务在等着你。哎，然后立马就得回来，报个到就回来了。实际现在为什么非得回去一趟呢？因为你这肉壳都不行了，你说一条腿儿那跑不动。
吧。在这之前嘛，我就想，教室里学习，也那样打算的。我早点走吧，一个是别人牵挂我，再一个吧，你说我太早吧，上班就我自己在家，他那不够电了，去睡觉。那你们虽然是亲人。也是重生嘛，舍掉些事，也没得牵挂。说是不让我走的，我有就说，那你想不对。你舍掉和大云跟我说了几次要把你接走，我当时就告诉我说不行，大姐不能来。我说我因为什么呢？那样我知道2005年我就犯了这个错误。2005年那不是哎呀，计划呀安排呀，我计划是26号接你上我那儿去吗？结果25号上人从个床上跟人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我就起不来了，脖子都不能抬，一抬就休克。哎，就是把你撂倒了。所以这一次呢，我就想起那年的那个姻缘。那可能就是不让我来接你，他怎么就一宿头一天晚上坐沙发上跟从他们一起看电视呢？从说妈呀，今晚你住我这床呗，我说那么大的，完了那住一宿呗，我就上他那儿去住一宿。第二天晚上起不来了，所以你也就去不成了。完了结果呢，你也不知道我有病，每天我就攒点劲儿，攒。能说几句话了，赶快挂电话。姐，在哪儿？今天怎么样？说挺好，那挺好就好了吧。电话我就撂了，没有劲儿说话。我姐就能傻到那份上。她怎么想的？可能佛菩萨安排的吧，怕咱们姐妹俩亲情，那个互相牵着，所以不让你就不来。她根本就不，压根儿也没想我病到那种程度。完了，头一天晚上，因为大姐是那次是4月初6嘛，是大姐的生日，我还跟她，哎呀，我说挺好，我那天来的，今天走，我说这些的时候在电话里，那都开怀大笑，哈哈，哎呦，我说你这谁给你选的？你看那天来的，完了又那天走了，我说挺好挺好，就这么简单，完了结果我这一病就来不上了，来不上就搁床上躺着。就看这么一块蓝天，一朵一朵的白云，就搁这个，哎呀，两个楼高楼中间就那么一块天，我躺床上还不能侧身，只能仰身躺着，那白云就一朵一朵的飘，大大小小白云全是莲花，躺半个月嘛，完了我姐4月初6，你不要往生吗？初五晚上是正常午时，对我就知道了。明天走不了了，我没说。第二天不是也12点吗？我在床上躺着，完了瞅着这表，到12点了，我就来电话了。法会圆满结束，开始吃饭。我说我知道，因为那一次佛友大部分不知道，所以就两个人知道。就在那打过期，最后一天为了那啥，就是掩饰这个问题吧。我说明天最后一天，咱们就圆满了。哎呀，穿海清庄严道场，我正好给他穿衣服。这么看呀，我也不知道啥时候。Thank you.
那个脖子上可有正常念没关系，我听见了，再大点儿。Oh.
净土法门修正，净土法门当时
下电话了，我就转达到师傅的情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到点准时走了，突然又回来了。啊，还有什么挂牵？不是我挂牵的。啊，陀佛。又啊，好像那个有印儿吗？有这个。这个没表演完呢。没表演完。没表演完呢。昨天我从十点走了。嗯，我知道，知道。一瞬间。嗯。现在就是搭这么一个平台，都来演这个节目，每个人的节目都不一样。嗯，你这外甥女的节目还演完呢？还演完呢。嗯。有干扰，有点干扰。我把那些同学们全都撤了。嗯，不，对你没有影响了，我知道对你没有影响了。我告诉那些佛友撤，因为你本身就不需要助念，助念是你给大家在助念，不是他在助念。我今天，就是我到点就走了。嗯，是我瞬间就回来了。我赶张英哥的。啊？我赶上张英哥的女婿。我赶文殊菩萨。还有一夜月亮。那就你看，今天不就这个缘吗？就这个缘了，当秋天的挂掉，现在的过得过来，不过来就不过来，结果是真过来。我还听不懂，上海挂电话我听不到了。我一瞬间，地气我都走了。这个障碍是关还没过完，现在是四路魔君的，翻不了船，是掀不起浪，就这么表演表演，表演表演，个人因果个人负吧，对。这都是真学实修的，没有，对他也没干扰。没干扰，没干扰。因为我心里明明白白，我跟大家都说了，遇到什么样的境界，都不去理睬的。咱们说咱们该说的话，做咱们该说的事，不受外境所干扰。你看走，还有半个小时。就这么大声小气的说，我还没说吧，没意思。我爸都看我大人，那会小点儿。他提的那个条件我都答应他了。也不让我们那同学搁这念佛，把小宋带来的那个全都撤走，撤到那屋。完了，后来我都撤了，现在那屋没人，都撤了。不行，一会儿我们这几个还有几个哈尔滨的，我们也都撤。老夫子已经坐上莲花了，我就不管你了。那该演什么戏就演什么戏呗，反正你现在就是演戏了。你这是你说谁信谁听？要不信呢，也说那不就不了。说你们这考啥没呢？这更得说了。所以那你坐好，都坐在等师傅。那你再休息一下。
在休息室。立方在那站着呢，往那站着呢。那立方地里坐着呗。嗯，没有，是有点闷，是不是？嗯，也是有点闷。多闷。呼吸有口儿淹我了，那你呼吸不大。大姨，你感觉咋样啊？我感觉挺好的。那样扎球，我们就撤了，行不行？再等一会儿啊。没啥事儿的，挺好的，我们撤了去。安排车把烧上的佛友都送过去，行不行，老婆子？行行。啊？这该是什么缘就是什么缘。心里有啥障碍吗？没有。我知道障碍。现在我喘得厉害，刚才喘的，就是我现在喘气喘得厉害。刚才喘气吧，非常平稳。我不上什么地方办点啥事儿，然后俺回来了。结束的，我还立刻要回家。正不住你回家，你心里知道，我心里知道。大姨，不是我打扰你回家了吧？不是。刚才录像的最后一小段，不知各位莲友看明白了没有？如果没有看明白，我把这一段录像的因缘给诸位莲友解释一下。11月8日之前，我和姐姐极少见面，也很少通电话。11月8日，我得到姐姐一个月之内往生的消息后，几乎每天都和姐姐通电话。记得有一次，姐姐电话里跟我说，
小云呢，唯得表两个往生法，一个是主，一个是次。当时我听了莫名其妙，不解其意，我就问姐姐，什么两个法，一个主一个次？姐姐回答我，那个主是表活着自在往生的法，那个次是表六道轮回痛苦的死亡之法，这不是表两个法吗？我问姐姐为什么要表两个，姐姐说这叫对比法，不是演给众生看吗？有个比较好让众生选择呀。这是姐姐当时电话里跟我说的。说实在的，当时听了姐姐的话，我没怎么放在心上，听了就过去了。这一次姐姐往生真的是表演了两个往生法，中午十二点表的是活着自在的往生法。感恩三宝加持，那一段录像录下来了，非常不容易，因为当时遇到障缘，不让念佛，不让录像。姐姐往生的那段珍贵的录像，是录像的莲友善巧方便偷录下来的，我们应该深深的感恩这位录像的莲友。姐姐中午十二点分秒不差活着自在往生了，你们仔细观察最后的镜头，她没有断气。过了大约几分钟，姐姐睁开了眼睛，告诉我们，我按时回家速返娑婆，瞬间我又回来了，还没有表演完，我还有任务，尚有一夜未了。这就是刚才录像上的最后一小段，在那一段里我和姐姐有对话，因念佛机开的声音大，对话听不清楚，大概的意思是我和姐姐说就是这个因缘，说的就是关于障缘的问题，那个仔细听还可以听得见。可惜的是后面姐姐表演的第二个往生法没有录像，因为当时不让念佛不让录像，迫不得已的把录像都撤掉了。这个呢，我可以跟大家解释，姐姐的往生分为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从二十一日早晨开始到中午十二点，这一段表演的是自在往生极乐法，从十二点之后又回来到二十二号早晨八点四十五分，表演的是六道轮回四大分离法，这是两个阶段，表了两个法。姐姐从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二点以后到十一月二十二日早晨八点四十五分钟，近二十个小时的表演，表演六道轮回痛苦死亡法没有录下来，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可能也就是这个缘分吧。这二十个小时姐姐表演的是地火水风四大假合分离，姐姐表演我姐说就像现场讲实习课一样，非常非常可惜没有录像。后面的一小段录像是二十二日早晨抢录下来的姐姐的这个肉身最后走的情况，好在姐姐表演的第二个法有个头有个尾，那个头呢就是她回来之后跟大家说的那一段话，说她是按时回家速返娑婆。哎，最后的一段呢就是第二天早晨她这个肉身往生了，哎，那一小段抢录下来了，所以第二段往生法的表演缺了中间
非常重要的一大段，就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姐姐的两个表法阶段，那就是六道轮回痛苦死亡法，在22号早晨8:45表演结束，两种往生法姐姐表演圆满了。关于姐姐往生的时间，有莲友疑惑，到底是21号还是22号？有人说，怎么一个人还能死两次？在这里我郑重地告诉大家，准确地说，不是死两次，而是表演两次。所以说姐姐往生的时间，说21号没错，说22号也没错。我是按照姐姐预知时日的时间，11月21日12:00，我是按照这个时间说的。姐姐为什么要表演六道轮回痛苦的死亡之法？基于以下3点原因。第一点原因是，演示两种往生法，对比着让众生看，让众生选择。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到，菩萨慈悲到极处了。第二点是度化儿女和家庭眷属。刚才我提到了，遇到了障缘，这个障缘就是这个。所以姐姐说，还得把儿女和家庭眷属渡进佛门，她就表演了第二个法。第三个是姐姐有愿，她生前发愿，代一切众生苦。比如说那天晚上，姐姐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吐了好多东西，吐的那个东西都是紫褐色的，吐起来非常痛苦。姐姐吐完了之后，轻轻地说了这么几句话，她说：“我代众生吐出酸甜苦辣咸，我代众生吐出怨恨恼怒烦，我代众生吐出一切病苦。”这就是姐姐在了她自己的这个愿，因为她生前发愿要代一切众生苦。我看着姐姐这么难过，这么痛苦，我有点于心不忍，有点心动。可能是姐姐看出来了，我记得当时那个场面非常清晰，她用眼睛瞅着我，轻轻地说了一句：“我没有痛苦。”那意思就是告诉我，你别难过，姐姐在表演，我没有痛苦。尽管是这样，姐姐表演的那么逼真，那么形象，我这个当妹妹的当时还是定力不够，我还是有点心动了。后来小宋就跟我说：“刘姐，你和小四儿上那屋坐着去吧，你别在这跟前坐着看了。”所以后来那一段我就没有看，实在是不忍心看了。如果大家问说，姐姐这一次表演的这个两个法，你给我们概括概括，形容形容是什么？我告诉你们，就两个字：逼真。你看，如果他不逼真，能弄得我都不忍心看了吗？我上面所说的这一段话都是真实的，信不信由你。